要亲回家亲啊，你要直接躺下来睡觉啊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这里最美的是自由。嗯，耶！我们终于自由了。华哥，啊！这里是我们的两人世界，爱怎么亲就怎么亲。哎，兄弟。要亲回家亲啊，你要直接躺下来睡觉啊。哎、欸、你怎么乱丢垃圾啊，我把车牌记下来检举你。我们觉得这是约会多灾多难的，从决定约会开始一堆阻碍。没事啊，像这种没公德心人到处都是，我们不要理他就好了。我们一定会约会成功的。嗯，一定要成功。喊一下。好。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擦掉了吗？那嘴巴上还有一点。哟，哎，还抹在我身上。亲爱的，我不懂耶，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出来约会，为什么要看书啊？这是情趣。看书为什么是情趣？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吗？那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位女明星，然后她就爱上了一位书店的老板。但是因为女明星她常常要躲避狗仔啊，所以他们都偷偷摸摸的谈恋爱。但到最后，他们的恋情终于公诸于世，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然后电影的最后，女主角就是躺在男主角的腿上，就像我刚刚那样。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有没有啦？有啊，真的哦。那我来给你一个惊喜。好啊，好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躺下咯。你干嘛？我想要陪你看黄昏，陪你看星星，看月亮，陪你看清晨的日出。我也想要这样天天跟你在一起。我也想，好想。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3季，守住爱情。